把螺丝拆掉，卡在钢丝绳上。第一步挖上，第二步把这个线穿进里面，黑色线和红色线是电源线，380伏。不是，不能说做后前接头前接头可以。黑色线和红色线是电源线。啊，对。接到变压器的进线口。前接后还是前接？先接红线，再接黑线。接下来接两根控制线，接控制线之前把这一根线拆掉。蓝线接到上端。这样完成了。